士林镇镇长蔡诗杰和大大学校长梁卓中共同签订地方创生计划合作备忘录，希望能发挥一加一大二的能量，协助打造二林产业环境，吸引青年回流。二林呢，它很有名的就是有山宝和山果，啊，都是闻名啊于全国的一些农产品。那大一大学呢，有七个学院，那其中呢，我们有这个深知学院，还有这个我们的观参学院呢，这两个学院啊，都可以积极的对应到这个二林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怎么样来协助二林呢？这个积极的去发展它的观光，啊，发展它的这个整个地方的一个建设，啊，让那个青年呢能够回流。二林镇镇长蔡诗杰21日带领一级主管参访台大学，观摩台大学产学合作、大学社会责任、节能等成果。我们希望能够借由学校的一些能量，然后在地方创生，我们可以有益助我们很多的一些观念或者目前可以做的，包括科技、农业，包括我们建设，还有我们环境，甚至于社福，都是我们希望能够跟学校来做合作的一个部分。那今天特别感谢我们学校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签约的一个仪式。二林有三宝，荞麦、薏仁加葡萄，镇长期望透过地方创生计划打造二林良好的产业环境，建立二林城乡品牌循环经济价值，建立永续事业。